跳一下马尾，往头上，我感受一下那个球速而已。哇！我就看那个球是转的，我现在手是麻的。好，打拳雷打，他妈倒叶，这是有点机车的。好，跟你讲的是，感受一下大联盟投手，我跟你讲很有趣。好了，你看，铃木一郎有没有？自以为。哇！小心。 哦，哎，再来这个诉求。哎，你有没有跟铃木一郎打过？有，很厉害吗？他没有击出过安打。哦，贴在那个板子那里。哦，这坏球，打不到吧？知音的吗？知音的，好，打拳雷打。你的姿势很机车，对吧？滑球，对不对？踮脚，没有，他妈。